关民众分享行车记录器于 YouTube 社群上是交通事故。该案至今本分局未接获民众报案记录。经检视行车记录器画面，系一辆白色自脚客车行驶于中立区新生路往青浦方向，疑似因为未注意车前状况，欲超车不慎追撞前方女性机车骑士，造成机车骑士跌倒受伤。警方呼吁用路人应专注驾驶，注意车况，并保持行车安全距离，以为交通安全。